期居短的时间来把它求是完成。你的演员很多是我们认识的。是啊，林正淳老师啊。他在那边啊。啊，他有来过吗？他们都来啊。待会要去跟他讲讲话。他出国去回来了。对啊，对对，他们都在那里头啊。辛苦了，那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你的主题曲啊，一定要把它前面的都开始跟着唱，真的哦。可以再放一下吗？已经第二遍了，已经在放了。高雄市运会那个什么那个烟火啊，那就是放《马兰姑娘》这首歌曲啊。市运会啊，太棒了。那现在唱的这个是哪一个的？现在的声音呢？这个是那个徐克的老那个女朋友陈珊珊，你认识吗？她唱的。珊珊唱的。对对对。台东也算台东的经典歌曲啊，代表歌曲，对。对，很有感情哦。他的故事到底是说什么？他是发生在日据时代1920年到1940年代的马兰部落的。爱情故事啦，然后是刚好那个时代是台湾是正好流行自由恋爱的时间吧，然后我们部落的一些少女啊少男啊刚好是迎合这个潮流嘛，啊就自由谈恋爱自由谈恋爱，那结果父母亲他不答应啊，对，那子父也会是这样子卡住的，我母亲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跟这个凡奈的女主角的那个生活情景差不多，所以您本身也是阿妹是吧？阿妹什么本身纯种哦，看得出来，只是吃的比较多。应该讲说年纪比较大了，还好吧？看起来几岁？我快50了啊！真的吗？真的，少在岁哈。属什么呢？属老虎的。哦，那我们同年。同年的。真的。同学，如果开拍的时候缺临时演员，我们都可以。OK 啊 ，OK 啊。背竹篓的人后面。所以我听说有人在做这个事情，这个独立制片很辛苦的。很辛苦。所以现在资金还不够。连买底片的钱都不够了。因为最省的方式就只能转底片啦。那像我那个。朋友啊，小魏啊，魏德胜啊，他也是要拍这个《闪电八来》嘛，他也是蛮辛苦的，他就因为这个孩子红起来了。对啊，还是因为还是要坚持了。要坚持了，我们国片就是要需要大家来坚持啊，对吧？一流糊笔嘛，后续很多东西就加料加进去呢，才是90分的完整版。看了大家会会心一笑，又很感人这样。台东对于外面的人来讲充满了神秘感，所以他们本来就向往，所以只要有好的东西他们接受度我相信没有问题。感谢东莞处给我这个机会来做一个 demo 的一个事物。那我拍这个马兰姑娘的10分钟短片，最主要是把我们过去原住民的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情节，借由影像来呈现出去给世人知道。过去在我们的电影里头很少有原住民的一些影像，那也蛮感慨的啦。那我也很想说，借由这个机会，把我们原住民美好的一些部落爱情史，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故事，那借由影像散发出来，那让世人更了解我们原住民，尤其是阿美族这个生活环节里头的一些细节，是这样。棘手当然是资金的问题了。那最主要是说，目前我们是拍这10分钟的短片，也是希望说让世人知道有这件事情。那我们在目前在积极的在筹措这个经费，那大概预计也要3000万左右的经费，才能拍成完整版的《马兰姑娘》这个电影版本。不瞒您说，距离这段距离还蛮遥远的，蛮遥远的。像目前正在筹划，刚开始了，刚开始在筹划这方面的一些经费。那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才能筹完，那也是希望上天能帮忙这件事情，能促成这个事情，尽量缩短这个时间，来募款到这个预备的资金，来筹拍这个《马兰姑娘》的电影。其实我们觉得像这个《海角七号》的成功，我想后续的《马兰姑娘》应该也会有一番作为吧。那我顺便请教您，就是因为我看到里面发音是用母语发音，是是是。那在这个拍片的过程里面，这些演员都是就用母语交谈，或者是后续有做这个后续的配音的一个工作？是这样子哈，我所有的里头的片子里头的演员哈，完全都是用母语来呈现。那
尤其是巴奈这个女主角，这个小女孩，她本身完完全全不会说母语，她在接这出戏之后才开始去学我们本身的阿美族那个马兰部落阿美族语，她还蛮认真的，从不会到会到熟练，也是短短的时间让她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她完全会熟练，会讲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马兰部落的母语。哦，那确实不容易。那请教您，马兰姑娘她一开始就她小女孩，后来她是有成长过程，所以她的历程应该是好几个，还是同一个？啊，我是用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年间、同一个女孩来呈现这个她的完整的故事，啊，不会加以老化跟类似铁达尼号那种形态来转换，我不会，就是单一的形态，那个年代以20岁左右的年代来陈述她过去的一些生活情节。是这样，我们知道阿美族因为音乐也都很丰富多彩，有一些复式音乐，是或者是有一些音乐上到国际舞台。是，那我发现刚刚这个视片里面听到的也都有很多的音乐，在音乐方面的处理不知道导演怎么来做。我是针对这个音乐来呈现我们部落的，就比方说这个交响乐的铺陈，承先启后的那个波浪形的那个形态的那个交响乐风，然后搭配我们的部落的一些故事，结合里头的音乐来陈述这个故事，这样子是跟一般电影的陈述方式比较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发现里面有一些像那个是耆老，就是我们在地的耆老，马兰部落的在地耆老，他们很认真，很认真。我们里面的男女主角能不能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那我们男主角他目前是在圆明台里头在工作。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白奈的女主角，她目前是台大戏剧系2年级的学生。哦，那这样确实是精彩可期。艺术导演可以有一个很精彩，然后后续的资源也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谢谢，感谢。摄影器材的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理，用胶卷的，或者是现在是用 HD 的？我们用 HD 的，我们用24格 JVC 24格，然后对转换到时候会转换成 Film 底片，然后来供应电影院来播放，这样子，这比较省成本的。大概有多机作业吧。单机作业，我们单机作业，对。那未来的话，如果长片的话，我可能会有三机作业吧。所以，您刚提到了，现在目前只是大概就是可能是，10分钟的短片。并不是已经拍了蛮多，只是剪成10分钟这样的。对，是剪了10分钟。这只是先让世人知道说有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目前连。就是还在这个作业的阶段，所以跟其他的这个发行的这一些公司也都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去接触，但纯粹是我在独立制片，纯粹来做这方面的事务，这样子。哦，那是很辛苦。Dulu ainu kau sulit